什么忘记了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3年的8月20，给大家看一下27号，现在是19点13分啊，晚上的19点13分，现在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。那我现在在那个武村汽车站这边，武村汽车站，然后等一下我要去武村公交场站，这是武村汽车站，武村公交场站在那个地下一层。啊，这里是武村车站，那这边呢就是地下一层呢是武村，那公交场站要下电梯的。那本次视频呢，就是要从那个武村公交场站坐953路公交车，坐到宫山旅游学校，然后再步行，将近600米到岩内浦中央里这边。好，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路程。那这个呢好像是半个小时一趟，所以说我非常着急，非常着急。有时候是半个小时，高峰期的时候就不知道了。然后会经过的这些路段是莲花路口东，吕厝北， SM 城市广场，马龙殿前，中埔集美区政府，孙厝路口，霞梧水浒传的湖景西里，然后对山平阳里理工学院集美校区，工商旅游学校公交站到这边。好，大家好啊！我现在出发，去那个坐953路公交车。953路公交车。要下电梯。下面就比较凉快，这边转很快。啊，赶快赶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发，所以说要赶快。953路。刚好来953路，请投币。953路，啊，来了，正好走。
1550一共要走。不然呢？我要么是要坐到那个位置上面，这个位置上面，要么就是要在这个位置上面，在这个位置。
Thank you.
至广场部到开关门请注意安全。请乘客主动走和走进广场方案出现本人走向证件停车。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今天最高气温呢是32度，最低气温呢是26，最高现在是28度。
华龙火区域了。华龙火区域在。
厦门大桥。
集美区政府。
是二正解的车，请你们的同辈一定要更多的形式让座，谢谢。从这边走到这里呢，应该走了三分之二了，还有三分之一吧。集美大学体育学院，现在是28度。
分错路口，分错路。学生卡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武警七里，武警七里，警七里在。桂山站，下一站平阳里。这个车子太高了，这个车我们两个人走的路，这个车基本上不用走。
还有一站。是这样的。下一站到。东山学校。好，我到达工山旅游学校了。我现在到达工山旅游学校了，然后我现在在步行到那边去。大学城三月街。这边是大学城商业街。那个菜门那怎么看？
大学城呢？这些一般都是应该是服务于这个旁边的学生的，学生的钱是最好赚的钱。学生的钱花起来，学生花起来是没感觉的，只有赚钱的人才有个感觉。一个要下去，一个要上楼。他都是走下面吗？别搞走错了。走这里，走这里，是走这条，是走这条，不是狗刚才那条。不用住宿，不用住宿。这里是靠近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，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。啊，不住宿，不住宿。
对，中间隔也是我们家的房子。它中间摆了两套沙发，那种家里的那种木头的那种座椅，摆了两套。哦，是你在修。往前跳。往前走，这路还真好。啊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美团的，美团又是美团又是饿了么的。很梦幻呐、这边我也看。啊，嗯，不行。那很难。他带你这个弯还有，就是他只有那一条路出去。他带你。不是这样。你还有路啊？你这里的树，但是。40-5，还能进去吗？应该不是这边了，再往前走一点，那就堵了。33。请问一下，39号在哪里？知道吗？三十九号在哪里？知道？啊，39号是往这边走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是写39号。那你打电话问他吧。啊，你也不太清楚是吧？哎，请问一下，39号你知道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你要民宿的名字给我们。嗯，他没有名。我也没有名字。延内浦中央里39号楼。那就是的。
啊，嗯，还可以吃了吗？啊？啊？可以吃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29，你不知道你家里的？应该就在附近。东方一组啊，你看那个是不是？好，谢谢啊。是三十六，啊，35，36啊，35，36，好，谢谢谢谢，35，35杠一。36杠1，这是在别人家里面的吧？哦，不是。哎，请问一下39号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30几，39几，不是你也不清楚是吧？可又绕到这边来了。打一个电话。打一个电话。挂机的。重新再拨一下，他挂机。哎呦！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那个送花的，你好像有人给你订花，我一直找不到39号啊。你们，你，我是，啊，对，来见罂粟啊，好像是青粟。我在，你现在在哪里呢？
道你家在哪里吗？不知道啊，我也是第一次过来。那你现在是在哪？我在这个有一个来见倾诉的这边。你是？啊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你说是住，我导航一下吧。你是说那个？等一下，你住什么？啊，你信号有点，好像信号很不好啊。你发短信吧，如果听不见的话。哦，你说住家是吗？对，住家。住是那个住房的住是吧？哦。在这边，你要去哪里？家园的家是吗？哦，家。家园的那个家。啊，家园的家。啊。往前走是吗？走就这条路出去，然后你到那边直接出去，就在大榕树的右手边就可以。好好，谢谢。好好，行，那我走过去。好，再见。到楼下再给我打电话。好好，好好，我马上到了，大概是马上到了。好，再见。主家，我必须把那个退的。嘉奖的嘉，大榕树哦，这里应该是大榕树的左右边，左右边。你想一想，好好要不要来找？嗯，我们想要看哪一种？这里我以前来过。哦，住家。Thank you。 哎，你好，我已经到住家这边了，就是住家这个这里有一个帐篷这边。你是在，我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帐篷，知道吗？西街九号，西街九号烧烤这边。是你吗？啊，这边的状况。谁说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太清楚。
我已经到他这里了，他竟然不让我点送达。好，送达成功了。等你。您现在的时间呢是2023年的8月27号，现在是晚上的20点52分。好，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那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啊，我现在的地方在这里。是一个小小女生，刚刚是一个小女生，嗯，我在这边，这附近就是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。掉下来的。这掉下来了。我又跟他说问一下他这个要不要，他刚才从上面掉下来。哇，这主要是。喂，你好。啊，你刚刚那个好像掉了一个，就是有一个小珍珠一样的类型，这怎么说呢？哦，那个掉到哪？现在我在我手上面，不然我在这里等你还是怎么样？你是怎么走了？我刚才没注意。好好，行，你下来。其实就是一个小小配件还是？这个是掉到这里面来了。哎，好，就这样子。那本次的视频就是从，厦门岛内的武村汽车站，知名区武村汽车站，武村公交站站，不是武村汽车站，武村公交站站，骑行，那个
坐953路公交车，坐953路公交车，坐到这个下，就是坐到这个大学城商业街附近，大学城商业街附近。那这边，大学城商业街附近特别多的，住宿民宿，应该说大学城商业街附近特别多的民宿。那感谢大家支持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或想说的话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那我能做到，尽量做到。如果大家还有余力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支付宝给我点资助。那谢谢大家了。那我现在准备回那个武村岛内武村汽车站、武村公交场站了，依然是坐953路公交车回去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，各位，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不是简书大、啊。拜拜。